十四日，甄子丹微博晒出和王宝强私下聚会的照片，称认识宝宝该十年多了，大家合作过两部电影，他知道我在这拍戏，特意来看我，好朋友尽在心中，并恭喜他的新片取得圆满成功。照片中，甄子丹和王宝强甜蜜相拥，很是温暖。宝宝微笑亲密地送上脸颊吻，甄子丹一脸开怀笑容，两人双颊绯红，看样子喝了不少。宝宝在甄子丹怀里看着很是娇羞，两个功夫巨星这么暖的合影，这是反常萌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